欢迎我们继续回到中国维权律师的这个节目的这个上来。现在呢，我跟那个李金进律师一起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关中国人权律师这一次被中国政府大规模的抓捕的这些事情。李律师是中国这个著名的法学院毕业的，也是美国这个职业的法学院的这个博士，也现在也是职业律师。我们想先倾听一下，李金进律师对中国政府，去年7月9号这一次大规模的抓捕，人权律师还有其他的一些助理这些事情的看法。我觉得，2015年709事件以后，709事件它是一个标志事件，一个标志事件就是说中国政府对这些维权运动、维权律师，包括维权律师们，是要打句号了，要结束了。那么从这个去年的7月9号大捕的，大批的抓捕的一些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超风一些律师事务所，到今年审判的周世峰，还有其他的律师，还有个别律师还没处理以外，那么这一个抓捕的运动呢也接近尾声。那么这个接近尾声，也就意味着中国维权运动，中国的律师包要介入今年的维权运动，要打上休止符，要结束了。那么这个事件呢，是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后他的一个部署，那就是说，习近平的中国梦，希望的一个中国梦的一点就是说消掉杂音，消掉杂音的一个最主要的部分就是把这些维权律师们，把他们消灭掉，把他们这个彻底的一锅端。那么因为在这个中国的集权统治之下，在习近平的这样一个集权统治下，他们达到了目的。当然，并不是说他们是公正或是正义，在历史上来讲，这个事件就是标志着中国维权运动的结束。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中国的维权律师，在胡锦涛时代开始，应当说是在2000年以后就开始了，当然还是江泽民时代。2005年的维权运动应当是达到一个高潮。那么我们都知道，当时来讲最著名的这个介入到政治案件一些维权的律师的是莫少平，当时亚洲之星、亚洲周刊呢，把莫少平作为中国的这个亚洲之星来看待。当时呢，2005年我们还在洛杉矶分校，加州洛杉矶分校还召开了一个维权律师讨论会。还有那个于建荣啊，他们是最早的一派，代表了这个从律师的角度来介入了维权，通过维权来改进中国的政治、法律、文化，建立中国法治的一个起点的一个最先的开拓者。那么到他们以后呢，不断的有一群群的这个律师们开始为中国的这个民主、自由、法治来呼喊。然后呢，他们就和这些维权的那些人士。所以维权的人士就是上访人士，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受到冤枉的这些人，这一群人联系在一起，就造成了一个不小的势力。在当时胡锦涛的时代的这股势力总是在一边打的一边压的，一边呢还是放一点的风，这样放点风，和谐，这样还和在谐。和谐一下子。到了习近平呢，他只是想做一个帝国梦。做一个中国梦的时候，他要把这个声音，这个叫他们在认为，我认为，用我的话来说是一种杂音啊，要把它去消灭掉、消声。所以呢，705呢就是一个最大的动作。然后通过这个事件，再通过他们这个非常残酷的各种的迫害，包括虐待、精神的虐待、恐吓等等法西斯的手段，那某些这些被捕的律师们，公开的去认罪是吧？那或者谴责自己，最后达到他们所谓的这样一种正当性，这场运动，就应该结束了。我觉得很悲哀，就是你让我评价的话呢，我的最后，第一句，一个结论就是悲哀。那么第二个结论就是说呢，我觉得呢，习近平自己打自己的嘴巴。2012年他上台以后，2013年就公布了他的这个，建设中国法治这样一个中共中央的决定，
现在这个决定我看他都忘记了，他甚至连开这个会有这个决议的这个内容都忘记了。那个决议在整体上来讲还是不错的，我还是给予很大的这种肯定。他们呢看到了中国法治上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的问题方法。尽管他在整体的政治制度方面，他维持了原来的这样一种说法和提法，就共产党领导的下的法治等等，但是他还是在具体的一些做法上提出了要求法治的方法啊，要求走法治的道路这样一种口号，这个给人们很大的希望。可是这个东西，当他一出来，就是在十月份嘛，2013年10月份，我记得没错的话，当他一出来以后就没有声音了。然后到后来到现在，从2015年709抓捕这个律师，就意味着法治这个概念，中国走法治的道路这个概念就结束了。那么再加上西方制度，西方国家从欧洲到美国，他们在经济到文化到特别是面临着穆斯林挑战 ISIS 挑战的时候，他们显得这个没有放板，显得无能为力。同时他们经济上没有大的这种起色的情况下，中国一直在经济上这一辆快车的情况之下，他们具有一种自信，他们自己就把它弄作为所谓道德的自信、制度的自信，是吧？现在加上了一种文化自信、四个自信等等，所以他们在这种自信之下，就是说他们的道路、他们的发展是就沿着这样一个帝国的方向往前面发展，这个律师们是多余的了。我部分上同意你经济历史的这些观点。我认为在习近平这个年代，我们所追求的民主和法治肯定是没有任何希望。他的所有的表现都已经告诉了世人，他就想做一个独裁者，他对法律的概念就是他的一个统治的工具。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并不认为中国的维权运动到此就结束了，我觉得不会因为习近平的这种残酷的镇压，中国的维权历史就完全销声匿迹了。我觉得只是一个表现的方式可能会不一样。那通过这一次大规模的镇压，我觉得中国的维权历史可能上了一个很深的一课，这一课就是给中国的这些律师一个很大的问题：你到底是要把你定性只是维护普通人的基本的人权呢，还是要在中国实行前面的民主和一个法治的一个制度？那这个问题摆在所有关心中国法治和民主事业的人权这些人士律师的身上去，同时也是这些维权的律师还继续想从事这个问题的伟大的事业的人的提出了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但问题是在今天的中共的这个高压专制之下，特别是在习近平的这种残酷的镇压之下，中国的维权律师也好，或者是推进中国民主事业的好，他究竟想找到什么样的一个起点，什么样的一个着落点去从事这个活动？那我们在海外的这些人可以公开的大张旗鼓的高喊要革命，要推翻这个政权，可是在中国执业的这些律师，我相信他是很难公开的喊出这样的一些口号。那这样的一个，但是他又要想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不断的去改进中国的现在的基本的一些活动空间和基本的一些人权，所以我相信他们还是要在根据不同的程度在去维护中国的这个维权运动，还会有人不断的去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尝试。特别是我刚才已经提到了，有些律师是被动的参与中国人权活动的维权活动的，有些是商务律师，有的是其他的经济律师，但是在他从事律师的这个活动过程中，他感受到了他本人的基本权利都没有保障，更别说他的客户，所以这些人他是被动的去开始从事这个。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跟国际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我相信这种维权活动还会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形式存在。那作为我们在海外的这些律师，我们也受过中国的法律教育，我们在中国也受过这个法学教育，那我们觉得我们有责任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对中国的这些
争取维权的这些律基本的这些律师给予各种各样的这个帮助，包括我们也愿意在海外尝试着成立一个基金，让这些中国的维权律师能够有个基本的一个生活的保障。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维权律师是在从事他的案子中是根本不可能有经济效益的，很多人是自己倒贴进去的，为了维权，那包括他们的家人，包括他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海外的律师应该可以做到这一点，我想今天在座的经济律师恐怕也会愿意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努力。当然这个我是同意你的说法的，只是说维权运动从律师的角度通过法院的程序来解决问题，来解决这些特别是上访民众的这些法律问题，或者是一些受到迫害的这些个案，像比方说2015年徐生恒案件，是吧？像这样的一个一些大的，在中共看来一些社会问题，通过法院程序来处理的，这样来达到一种公平和正义的方法的这种道路，在中国呢，我是认为的这条道路呢，就基本上走不下去了，这是一个结论。当然，中国的这个问题还在，只要有问题，那么就要有反抗，那么就改换的方式。这一点呢，我同意这个高光俊律师的分析，他们还会走向另外一条道路，来继续为中国民族自由来奋斗。我们还继续支持他们，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希望。这些人看到的问题比我们体会的更多，但是呢，当局呢已经把他们从律师行业里面剥夺了他们的这种职业的这种资格，然后呢逼着他们走向另一条道路。当然有一些人可能会最后屈服为了生存，还有一部分人会继续生存下去，但是呢还有另外一部分人，他们看到了不公还会站出来。所以我讲这个运动可能会打个休止符，但是作为一种抗争的这样一种精神和这种事件的未来的发展，这个呢这个目前来看呢，中国可能还解决不了，因为永远解决不了，人生就是抗争的，只是说通过什么方式来解决。习近平想通过这种打高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我记得最后只会说有其他的方法来代替，是吧？你是把律师解决了，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对，行不通的。对，我觉得总的来讲呢，中国人现在也不大可能再回到那愚昧的时代。虽然很多的人通过这个他的洗脑啊，很多人对意识对问题的看不清楚，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人他们对社会有影响，他们看的问题看得很清楚，抗争会是不间断的啊，这一点我们要坚决支持。那最后我想通过这个节目哈，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我们的看法，一点看法，就是中国现在这些维权律师被判刑以后，我们看到每一个人不是认罪就是忏悔，甚至有的人是痛哭流涕的忏悔。当然我自己在国内也做过公安工作，我也了解。那我们想通过这个录像向大家表明，我们很了解所谓的这些忏悔，所谓的这些认罪是怎么来的。我们也不相信这些律师这些人物这些维权人士真正的是认为他们罪行是错了，是认罪了。我们也知道他们是在什么样的高压，在什么样的逼迫甚至是酷刑之下承认这种做罪物，所谓的认罪，所以我们也表示理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李新金律师，下次我们还有机会还可以再讨论。